首好听的歌曲。三月小雨吗？啊，来，我们的漂亮宝贝。
曲发挥了我们今天晚间的序幕哦。哇，人家说呢，这个年纪轻轻的丹田这么的有力，相当的不容易哦。下次试试看啊、把这个麦克风哦，人家说呢，你刚才唱歌的尾音可以拉得这么长嘛，对不对？以后把这个麦克风拉到我们那个刚才要进场的大门，有没有？不是，你起早赶到安尼哦，安尼好看听哦。主舞企业特别安排给我们的这个餐酒晚宴哦，先跟我们在场我们的好朋友问候一下。好的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罗瑶，可以叫我瑶瑶。在这边呢，祝福大家能够天天开心，天天爆黄金，天天赚现金，赚美金，赚不停。谢谢。来，既然讲了好话，就让你如愿以偿哦。这个红包给你。谢谢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的周董事长哈、也就是我们的猫哥，特别呢啊，让我们舞台上面的艺人，人家说呢，喝春酒，喝春酒哦，一个这个小小的犒赏嘛哈，能够庆逢大吉，然后礼多人不怪，没错，聘有后方的人哈。来，那呢，要不要给我们周董谢谢一下？好的，感谢周董的红包，收到你的红包，祝福你能够事业长虹。耶、那在我们的现场，我稍微补充一下哈、因为呢，刚才有我们的好心人士啊，捡到了一张身份证。那呢，我报上这个大名，看看是不是我们在场好朋友的哈、来，魏伟伦，魏伟伦，魏伟伦有吗？好年轻哦。对，干嘛偷看？